作为今年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，有无？今仔日庆幸啊，会当来到台湾，慈悲大愿，灵光普照啊，这个慈灵宫也来结缘，请望啊，无量慈悲也邱老师啊，以这个能力啊，不再落下。就有这个机会，啊来吃，啊来甲做结缘。拄则，咱这个花太极啊，林老师，伊就是来讲到这个卦，也甲这个命相，或者四象学，各位讲是不是象？哦，安个听到？其实啊，这个命相有分做几啊种。一般大家拢知影讲手相、面相，安尼，其实也过骨相，也嘛也过心相，哦。当然，这个层次也就无同款。因为医保要来结缘，所要来讲的呢，就是咱这个传统文化。咱传统文化，那在咱中国。诶，这个信仰，宗教信仰，都是这个道教。那道教呢，应该讲，都是对咱中国的祖先，老帝说皇帝，皇帝一先人是天元是，因为帝说来统一着咱中国话语了后。也伊都年岁渐长，也原来伫咧学道。啊，伊学道即个缘起对倒位来呢？因为当初时，帝祖伫咧平天下，有只蚩尤要来甲伊作乱，也就是母牛要来派着九天牛娘，要来帮助帝祖要来平天下。那即个指南针。一个叫建国，一个叫建设定，拢是九天玲玲叫来传这个黄帝座。那黄帝座就是个食老时阵，想讲啊，这个身体日日的亏损啊，想要来有到一个养生，啊，看会当安怎百分养生。所以九天玲玲叫来传授伊，叫。道公道法，照讲，咱每一个正常人、健康的人，身体若是有照顾，每一个人的身体拢会当哈用到120岁。所以老辈人有滴讲，哦，叫你食到120岁，哦，就是咧讲这句话。这是以现代的解剖学、解剖学的医学论点。健康正常的身体，那好好啊，来兼顾每一个人的身体，拢会当用咧120年，来当作机器来用。但是是安怎样？大部分99.9%拢无法度活到120。那活到120岁有无？嘛是有，但是唔止万中人一算，是真少阁真少。哦，所以讲人的身体，家己要安怎去调养，要安怎好好来照顾。当然，年岁若有百岁以后，要来归天往生，迄拢无啥。上惊就是干呐，倒一伫咧花花，安尼是会艰苦。哦，哎呀，讲倒转来，咱这个道教上起先照讲是道家，道家可比讲啊，几国神君啦，殿哦，迄当阵有尊重德家，所以有道家。人之尾就是由着这个贞汉。或者丈夫天主公，伊才开始成立了这道教。
那丈夫天师公就是以用五斗米来替人治疗啊，减掉这个废气。在咱即马来一个讲讲是拜道，谁爱拜道，都是对南极历史北斗七星，南斗诸星也北斗诸星。咱每一个人也是要来出世，拢是由这个南斗转生来到北斗，北斗了后，才落来这人间要来诞生出世。那北斗就是讲，咱元灵元神拢对遐演化落来，所以未生众生要先出世。那未生众生就来先出世。这都已经哪人讲过说骆驼是八二命，哦，那这骆驼是八二命，以后有机会再来请教给这林老师，伊对这八二命会使讲非常非常一直传播。那八二命到底有影无影？哦，咱连夜讲着，咱这个传统文化安怎好好啊？要来回顾和创新，啊，一定要相信，但千千万万一定唔好迷信哦。啊，咱拄只讲黄帝祖，伊就是咱啊，这个道家正道的初祖，伫咱道的啊有来正道，就是由黄帝祖。要以何为正，凭什么为正名呢？咱这个世里有个龙之传人，这句话就是对黄帝祖。因为黄帝祖修炼成道，徛龙升天，啊，这些百姓庶民想讲要扭这个龙尾，扭龙手对伊去，哦，安尼叫做龙之传人，就是伊啊，伊就是咱中国的正统祖祖。但是当中，即一个讲道家，也无正式成立这个道教。那道教就是以用道、以用《道德经》为主，也来伫咧教化，才讲了这道教。哦，这道教会变成为比较。那正式的道教就是由因父天师公开始。也有来成立就是教会、教派、教宗，才开始在演化。也拄则讲，上首先就是用这个五斗米来给人治疗，啊，会当啊消灾不延寿。咱道教的拜道就是对啥啦？当然，毛看来在这个南斗六星甲北斗七星，哦，这大约。要来甲各位做参考，亲像咱小老师经典科技，都是由杨天师公伊这个演的，安尼豆豆演的。那这个科技是安怎来呢？科技就是讲多一科门的这个知识，哦，感情和足够。明课。